十年来，反独触统大势不断增强，我们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，有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，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，有力震慑台独分裂势力，妥善处理台湾对外交往问题，巩固发展国际社会，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。